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。今天我来做一个不一样的虎皮尖椒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我们先把调配料都准备齐，生姜、大蒜、小米辣切碎。现在来调一个酱汁，加入两勺酱油，一勺蚝油，一勺陈醋，喜欢吃醋的还可以再加多一点，适量的食盐，十三香来一点，少量白糖提鲜，一点花椒粉，烧一点热油，浇上热油，起锅烧油，油热之后下辣椒，炸至虎皮色，关火捞出控油，将调料拌匀就可以吃了。美味的酸辣虎皮尖椒就做好了，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去试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看更多图文食谱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小李子的菜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